记不记得我们干了什么？说说看，想听。为什么喝那么多呀？算是伤心酒吧。 见到了好多过去的人，想起了很多很多过去的事。我爸说过，喜酒不醉人。叔叔说的对，但是伤心酒也不能总喝。昨天的事情，该人就人，毫无用处。 那你现在算是想开了？啊，想开了。你还记不记得你自己洗过澡呀？记得一些。那你记得吃了面吗？我还吃了面。那你记不记得？ 我们干了什么吗？没有，不是。 说说看，想听。我是说着玩的，真的。